Здравствуйте, 姑娘。嗨。今天带媳妇儿出来赶趟火烧，家人们啊！看看我们俄罗斯的盘肠、牛排、羊排，各种各式各样的大串儿。看看师傅正在制作当中啊！ 开饭了，家人们啊！今天斌哥带我出来改善伙食了。昨天520都没吃上，老公你来。昨天没有位置了。昨天520想出来改善，没有地方。你到节日这块真得排队，都根本没有位置。这是我们正宗的俄式西餐厅啊！来口都是影影最爱吃的。<笑>嗯，米是啥辣儿？这是。太香了。 好久没来了，好久没下馆了。老公今天是521，我爱你。<笑>也不吃是不是？不吃。嗯，这大串。来辣酱。我来一小口行吗？哎呀，家人们，你们喜不喜欢这个风格？喜欢的在下面评论出来啊，然后我们小两口正好借此机会多出来吃一吃。 看看你们要喜欢的话，我们办个卡在这儿。这个是奶酪包了。